接球的一个准确率就有点高。哎呦，直接来了一个触身球的保送，然后再加跑了一下，从这个球打成了一个三游接，形成了一个穿越安打的是詹子贤，打得都挺扎实的。我觉得最近的一个挥棒速度相当有水准。挥棒速度够就会感觉好像看球的时间也可以，对对对，可以看的就会不会拉得比较长，而且慢动作就是好像球停在这儿，是然后再换看陈大哥，哎，陈大哥这个就像之前的陈子豪就是这个味道，就是选球方面真的很有耐心。陈子豪拿起的是张志豪，哎，选得好啊，真的连续两天啊，张志豪真的是有老大哥的风范，够冷静，其实也很清楚知道对方一定投他会特别特别小心的，就选到了一个宝贵的四坏球，又跟昨天一样有一个打点的进账，现在比数变成了2-0。带下带下，对，要自己带比较帅，他怎么没有拿另外二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波波，记得订阅我们中信兄弟的 Twitch 频道，还有记得锁定我们的 Podcast《兄弟你来说》。